good old. Oh, yeah. My hope. My hope. 原来大家都听不懂哦。 OK， 刚刚是那阿妹组的问候语。My hope 就是你好吗？大家一起来 repeat after me。 My hope。 漂亮，我们节目结束。OK， 大家好，我是村长。村长，怎么都没有反应。OK， 连续假第一天哦，再过后天就是什么节？竹竿节，双十节啦。OK， 好，欢迎大家今天在连续假的第一天来到铁花村。那今天大家的心情都还好吗？9。OK， 那这边的人心情不好哦。 啊，是我们你们那边就村长开完场，你们就直接回家了。好，那今天是呢漂流，什么？耶，不是漂流出海，漂流出口哈。今年金曲奖最夯的一个团，他们也曾经好几年呢，也难得，在今年能够拿到这个非常好的一个成绩。 那我想大家都是喜欢他们的风格。那他们这一次呢，在出场在那个领奖的时候，你们知道他们在穿什么样的衣服吗 ？Let me 看看有没有人不知道的，有没有人不知道的举手？他们穿什么不知道吗？漂亮。OK， 那我也不要讲。OK， 那是树皮衣哈，那是树皮，那是一个过去那个什么。 很久以前，原住民的一个什么，布料还很缺乏的时候呢，我们都会是用这个布，树皮，穿这个树皮。那树皮是的材质是什么呢？构树，也有其他的那个像那个什么，管它的没了，反正就是树皮了。好 ，OK， 他们这个在这样的出场，刚好又凸显出这样子一个什么阿美族的文化。 过去的那个衣服啊，真的是也非常的用心，更何况他们的营业也是非常的突出。好，那今天呢，他们也有带来他们自己的周边商品啊，你要买的话，你就在那个路口那边，好吗？那村长宣布几件事情，我希望大家一起配合，好不好 ？OK， 好，听清楚。好，第一件事情呢，好，先喝一口。 OK， 好了，你真的喝呢，怎么样？你的眼睛都已经被酒精晒红了，OK， 没关系，一定要喝这铁花村的酒，就是要喝孜孜不倦的喝，身体才会改善，血液循环才会非常好，你就不用看医生了哈，医生很怕铁花村的客人来到铁花村喝铁花村的酒，大家都不用看医生的，但是绝对会喜胜。 OK， 好，我讲到哪里去了 ？OK， 好，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呢，虽然说已经降到2级了，不过呢，还是要戴口罩。除了你喝饮料之外，喝完口罩戴上去，全场都是要戴口罩，好吗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。OK， 那声音一直要到统一，我才会换到另外话题。 那今天呢？全场不能够抽烟，手上都有盖格章，唯一抽烟的地方就是要走出去，你在外面一次抽10根、20根都没有关系，抽完烟烟蒂不要乱丢。OK， 那优秀的厕所在这里，已经有人示范怎么上厕所哈，怎么进去，先女生再男生，了解吗？厕所不要为难自己的辐射线，要上就上。 不要为难自己的，就赶快去上。好，然后呢，今天的门票没有付饮料，你要喝饮料，你要喝捧花的酒，也都在这边，消除体力，恢复疲劳，一定让你睡觉会蒸蒸日上，晚上睡觉会生龙活虎，虎虎生风，一次可以到天亮，好吗？OK， 好。
那今天呢，刚刚村长敲钟的地方，你非表演工作人员不要超过那边，好不好？那里面呢都已经有在那个吼，因为室内都已经在控管人数，所以说你非表演工作人员，你不要进去那边，我们都有三个什么手章的识别，好不好？如果村长发现，我一定会不负责任的，请你负责任，请买酒，啊，那假的啦，好。那刚刚宣布的这些事情呢，请大家互相配合，就是要全场戴口罩。哦，那大家都打过疫苗吗？啊，都一样打过疫苗。这个报道说，就算你打过疫苗，还是会中。哦，那希望大家都还是为了自己的健康，也为别人的健康。那大家就随时就是要全场戴口罩，好不好 ？OK， 刚刚村长宣布的几件事情会不会很困难？有困难的举手，举手看看。OK， 好 ，OK， 谢谢大家。那村长是打过疫苗了哈。有没有人没有看过村长的庐山真面目？啊、哦，我要脱口罩吗，亲爱的？我脱口罩，你就要负责当第一夫人哦。OK， 好 ，OK， Yeah， 有没有达到？有哈，哎，还有人会闪呢。OK， 好 ，OK， 那希望大家都互相配合哦。除了自己的健康之外，还有别人的健康哦，我们都要戴口罩。那因为很暗，那希望大家走动的时候先注意一下自己的那个，地上有拉很多的线，那希望大家都稍微注意一下。最后呢？哦，今天的演出中场没有休息时间哈，好不好？啊，你随时都可以走动，但是讲话声音不要影响到旁边的人。啊，那铁花村有很多的狗，不要随意去摸它们，好吗？因为它们都是啊，它不跟你熟，它不跟你熟，你摸它，它一定不会，它一定不会很不高，它一定会很不高兴的，哈、哦。OK。虽然都说，虽然说都有教过礼义廉耻，这些狗还是一样，每天教，每天忘记。好 ，OK， 好。最后呢，我仅代表台湾好基金会及铁花村所有工作人员，祝大家旅途平安，身体健康。喝酒不开车，开车不喝酒。喝了酒绝对不要开车骑车，好不好 ？OK， 那走路可以边喝边吐。但是也很难到家，哦，好，大家准备好了没？哦耶，我们要改法会哦，哎，OK， 那我们现在就掌声欢迎漂流出口。Yeah.